首的，是我们黄世伟老师以及徐敏雄老师啊，这两位都是大师级的啊，他们两位要来二胡的齐奏，这两首曲子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。第一首呢是《苏南小曲》，第二首是最精彩的《赛马》。奏出这么棒的音乐啊！欢迎在场的各位嘉宾们有机会参与他们这个团体。